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啊、哦，回来了。喂喂，快洗手过来帮忙。嗯，好。妈，这儿做的什么好吃的？今天做你最爱吃的芹菜炒肉。行，我去洗个手过来帮忙。你爸什么忙呀？累了一天了，快去歇着吧。煮饭呀，有我和婉婉就行。妈，娃娃也上了一天班了。那怎么着？让我天天做保姆伺候他，把他供起来，哪个媳妇不做饭呀？你去休息，你去休息，我来吧。妈，这个肉是要煮吗？嗯。哦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妈，快进来快进来，人来就行，还拿这么多东西。还是娘家好呀，今天呀可累死我了。在那边没受欺负吧？别惯着他妈，倚老卖老。妈放心吧，吵了好几次了，他现在呀可不敢对我指手画脚了。那就好，回家呀就好好休息休息。来呗，晚上呀煮个红烧鱼，小花按吃，还有呀递几个水果，把茶水带过来。哎好，来小冯吃点水果。哎都过来了。哎哥，婉婉，大家都饿了，快去做饭吧。哎好。那个你们先聊会儿，我去帮忙。哎呀哥，这点事嫂子自己能干，你跟我们说话呗。最后一道菜了。嫂子你辛苦了。哎没事没事。婉婉去拿上筷子，菜不够再去炒个肉。哎嫂子再帮我拿个可乐。好没问题。你不用去了，你自己没手没脚啊。哥一家人嘛，拿下东西怎么了？一家人，你们有把婉婉当一家人吗？人家也是被父母捧在手心里20多年，到咱们家被呼来喝去拿这拿那的。妈您也是有女儿的人，如果小芳在婆家被这么对待，您不心疼啊？我对她也不差呀。那您觉得您对她还挺好的，教自己女儿在婆家享福，让我媳妇儿在这受苦。妈您可真够双标的，可人家凭什么呀？要是没有我，他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您对他没有生育养育之恩，他也没必要把您当亲妈一样对待，更没有必要照顾咱们这一大家子。这是我媳妇儿，你们不心疼我心疼，他孝顺您是他的教养，但以后再这么欺负他别怪我翻脸。